亲爱兄弟姊妹，大家主日平安，主日蒙恩，感谢上帝恩典满满是，保护跨过我甲你，上帝听你，耶稣爱你，阿门，阿门。今日会选条经文是伫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九节，用诗、用歌、用神的父，大家三应答。用心静思做工来学罗主，咱做伙同心祈祷。万军的耶和华，愿天里的父，愿你的名圣，你尊贵的名字配得称颂甲学罗。你创造宇宙万物，阁是天地的主宰，你是至高伟大的上帝，阮感谢你。我将今日的一切颂赞、荣耀拢归乎你，祈祷感恩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咱大家认识俄罗斯，永远归在咱的主。哈利路亚。
阮欢喜，因为阮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哈利路亚，哦，罗主。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我欢喜，因为我属耶稣。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愿被恳求你。信息经文是伫《使徒行传》第九章26到28节，《使徒行传》第九章26到28节，已经到耶路撒冷，要甲合圣交杯，因拢惊伊，毋信伊是合圣。独独巴拿巴
带伊就近使徒，将伊伫路中怎样看见主，主甲伊讲话，以及伊大大马色怎样好胆伫耶稣的名来传，隆重讲起，就伫耶路撒冷甲因出入，好胆伫耶稣的名来传。经文读到这，愿上帝祝福所听读伊话语的人。阿门。兄弟姊妹平安，这一摆一个叫做个冠状疫情吼，互真侪人真正失志、灰心，甚至有个人讲：“哎呦，要关啊，要关到第时啊！”你看。但是对基督徒来讲，咱就爱常常讲鼓励的话。当一个人的心情真歹的时阵，还是讲伊需要人去鼓励，还是讲支持的时阵，这是咱应该去做的。那第四道行段第九章26-28节，讲到有一个人叫巴拿巴，吼、哦，我从这段圣经读给你听。扫罗伊到了耶路撒冷，伊想要甲学生有来往，因却惊伊，无信伊是门徒，只有巴拿巴接待伊，带伊去见使徒，将伊伫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伊讲话，家己大马士革怎样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拢讲出来。对安尼，扫罗伫耶路撒冷甲学生出入来往，短短即个30个圣经。好，咱看见巴勒，这个叫做巴拿巴的人啊，巴拿巴这个人，伊实在有是一个有鼓励人、温顺的人啊。所以当保罗需要伊介绍，然后这个所有的使徒来小巴的时阵，伊就真正愿意的来做安尼款的这个工作。咱再讲保罗悔改了后，然后伊就到了耶路撒冷。好，多只读个圣经，互咱看见。迄时阵，遐个门徒拢无愿意接待伊。啊，咱真正了解为什么因无被接待伊，因为伊较早是一个真歹个人，伊专门咧掠基督徒、杀害基督徒个人。但伊这时阵，伊已经性命和主耶稣改变了。因要安怎相信呢？除非有一个中央个人安尼来保证，证明讲伊实在是有影。改变，所以巴拿巴就是做一个安尼款的人啊。巴拿巴会通讲，伊是相信讲，人无论安怎样无好，上帝一定有办法来改变。所以，但是咱知影做一个鼓励人的人哈，伊有时也是特别冒险。安怎讲呢？比如讲啊，那是讲保罗失败，安尼巴拿巴的在。朋友，还是讲伊较早相信伊个人，伊就讲：哎呀，我早就甲你讲，这款个人啊，袂变个啦，袂改变个啦，安尼款。还是袂有影咱要鼓励一个人哦。大声咱就袂啥物，咱就爱会晓用时间去听别人讲话，有时间进入，就是讲伫咧听人讲话时阵，会通入到伊个心内面个世界，看到伊。迄款的无相，迄款的改变。第二就是爱徛伫伊的角度来看伊的感觉，还是讲感受伊所感受的。有影一个人若是真心悔改，真心爱改变，你感受得到伊内心所讲的话啊，你感受到伊的迄款的感受，就是讲伊真正觉得痛悔。伊对过去所做诶啥啦，伊家己心内真正艰苦心。但巴拿巴有影，伫后来咱看见保罗诶成就内面哦，伊有影扮演一个真正要紧诶角色。无论按怎样，兄弟姊妹，咱鼓励一个人哦，迄个人到尾，正着是会好好诶徛起来啊。当然，有个人鼓励了，阁是安尼软软啦。不过，较侪人讲鼓励了，拢会阁徛起来，好好做人。但讲到鼓励呢，就是头先咱所讲的吼，几方面。第一，鼓励一定袂包括讲爱听、爱晓听人讲话啊。第二就是讲
咱鼓励一个人，迄个啊，鼓励人会感受到咱的诚恳，啊，咱也通感受到伊的真心。第三，鼓励应该就只真正清楚，啊，无什么无好的啊动机伫迄内面，就是安尼简单的啊，真正啊直接的，就是要按怎样去帮咱这个人，可以有更大的改变。总之呢，就是咱就爱带着爱心啦，带着一个诚意啦，去帮助伊。啊，有时咱人请咱食，咱嘛使鼓励，咱会使讲哇，你今日这个物件做甲真好食啊！我相信你以后做诶会更加好食，更加成功啊！你看，啊，假是讲有时咱会鼓励讲哦，啊，我真感谢你，今日啊，安尼有耐心哦，听我所讲诶话。啊，是讲，嗯，我肯定你的努力，我相信你若是坚持到最后，你定定会成功。你讲的话，啊、哦，所以兄弟姊妹，有时人咧开始咧做的时候，那马上鼓励伊讲，有影你做甲真好，啊，你继续的去做，我相信啊，你会通有更加出色的表现。你看，对你囡仔嘛是安尼，有时咱看见咱的孙哦，会晓甲人。公司佚佗诶，迄个就是讲，因为迄个佚佗诶物件，还要甲人公司，咱嘛得爱鼓励，讲哇，你真好，你会晓将你爱暑假诶物件，安尼甲人公司用安尼款，还是讲啊、哦，你真好，我看到你哇，这个成绩哇进步真好啊，我真正欢喜安尼款。伫圣经内边，咱也看见讲话吼，你讲了哦，迄人会记咧，然后就将迄个话放伫迄个。将写出来，就亲像讲西门咧，亲像讲西门彼得，耶稣对伊所鼓励的话，伊永远会记咧。耶稣捌甲伊讲，我要叫你亲像得人，那得着鱼相款。但是即边咱知影，彼得也不过是一个讨鱼的人、掠鱼的人，而且后来伊会通成为一个使徒。这个过程的中间，我相信耶稣会真侪鼓励，所以。一个好的先生会鼓励人，一个好的兄弟姊妹爱鼓励伊身边的兄弟姊妹，因为鼓励了后，人就有信心，人就有勇气，会当安尼款来继续的行落去。但有一个一个人叫兰巴蒂的，这个人是讲伊是一个塔卡基位，真正出名的教练哈。但有一摆伊就看到一个一个塔卡基位过门的，迄个塔卡基位人。啊！伊虽然踢了唔是真好，真侪摆踢了拢踢歪去，但是伊后来伊登到迄、那个换衫的所在时，伊甲讲，伊讲某某人啊，你就要继续的拍拼哈，继续的意思是讲继续的啊，你努力，我相信你定就会通成做一个真好的踢卡球的人，有影。所以这人后来真的是变做一个真正出色的一个过门的一个踢卡球的人，所以鼓励话。永远会去鼓励着人，吼、哦！咱三甲祈祷，天父上帝帮助阮，互阮亲像巴拿巴，互阮亲像真侪真侪常常伫阮身边鼓励阮的人，互阮通行伫上帝的正路的顶面，互阮所讲的话也互人得到上大的鼓励。安尼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
爱兄弟姊妹，祝福你平安，愿主的恩主甲你同在，愿你的生命流露主爱，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听堂，圣灵的相通，甲恁众人同在，阿门。起大雨人，牺牲生命来世间，将人当作龙头棒。因为伊的大疼痛，赢过世间的苦难。你若伸手予伊牵，就平安甲恩望。是你的就是我起。机会欠通放，舒舒罕罕有伊帮助，心内可通变轻松。是你的就是有气的人，一款机会唔通放。我爱伊，伫主内面享受快乐一世人。耶稣听。天下起大雨人，牺牲生命来世间，将咱当作龙头棒。因为伊的大疼痛，赢过世间的苦难。你若伸手予伊牵，就平安甲恩望。是你的就是有气的人，一关机会欠通放。舒舒罕罕有伊帮助，心内可通变轻松。是你的就是有气的人，一关机会唔通放。我爱伊，伫酒内面享受快乐。一世人，是你的就是有气的人，一关机会欠通放。舒舒罕罕有伊帮助，心内可通变轻松。是你的就是有气的人，一关机会唔通放。我爱伊，伫酒内面。享受快乐一世人，欢欢喜喜，欢欢喜喜，伫酒内面享受快乐一世人。兄弟姊妹，祝福你平安，吾望后期搁聚会。